较早民进党要培养的时候，即、這个咱中生代吼，哦啊，起来后壁接班的呀。啊，你要找这学者无法度啊，较早国民党控制掉，拢找啊五专的啦，哎，百六分就考掉遐啦。嗯。你可能等，哎，都上无路用遐。来这三个人，我只两个人就好啦。一个就赵天林啦，但伊个细心工专呢，迄个五专呢毕业了啊，即马硕士博士咯，向我当时安怎来？啊，搁一个讲叫蓝朝阳，蓝朝阳，但你嘛是细心的。你要说讲这个人啊，那正经的时候要调查未了，即马民进党内底立委啊，我看是上到台一半应该，大概还是嘛问题。